攻读圣路加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对群众说：你们看见西边有云升起，就说暴雨来了。果然如此，刮起南风，就说酷热来了。果然如此。假善人啊，你们知道怎样识别天地的气象，却为什么不懂得识别这个时机呢？你们为什么自己不能判断什么是正义的事？当你和控告你的人去见官长，还在路上时，要设法与他和解，免得他拉你到判官面前，判官将你交给差役，差役把你关在牢里。我告诉你，除非你还清最后一个小钱，你绝不能从那里出来。上主的话。